新年迎春庆团圆，细心防疫过好年。大家好，我是交通部长林佳龙，提醒您开心团聚，也别忘了防疫优先哦。搭乘大众运输或出入公共场合，请务必佩戴口罩，进门量体温，勤消毒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恭喜恭喜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拱手代替握手，社交距离也要有。大家来加分哦！吃饭使用公筷母匙，保护家人也保护自己。佳龙祝福您迎春乐行，牛年行大运。